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51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跟大家分享魔方所推出的 Overlord 啊，规避版权的关系呢，把汽车大师呢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做霸王啊，无独有偶啊，路上霸王吧。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入手已经好一段时间，它是有一个货柜，还有一个卡车头。那么彼此呢，货柜呢可以变成超大机器人在后面。那么货车的头部呢，也可以变形成一个造型相当不赖的机器人。看到背包非常的平整，身上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空洞啊。整体来说的话呢，除了腰部啊这一带的关节比较容易松开啊，毕竟呢这个地方呢是做了一个转折的一个关节，还有由于它的一个腿部啊零件数非常的多，塑胶也比较厚一点，所以下半身的重量呢比较重啊，这一点的话支撑不住。那么头部的话呢，是转一转的话是可以直接拔下来的，它是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装置。那头雕做的还是相当不赖，那以及呢它的身上的这个颜色啊，紫色跟灰色啊都是很狂派的一个代表。那它的一个眼睛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它这个眼珠子的颜色非常的邪恶，嘴巴的话呢磕线稍微有点浅了一点哦，比较可惜，不然我是比较喜欢人脸造型的。那么手腕的话呢也可以做一个转动，武器的话呢是一把有涂装的一个长剑，还有另外一个是紫色的一把大枪。那么脚的话，前半部这里啊看到很多紫色的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紫色的透明挡风玻璃啊，看上去像叠罗汉一样。后方的话，侧边的话呢，因为有这个银色的像是车头侧边的这一个什么装置啊，是稍微去点缀一下，不然整个黑色就真的是稍显有点单调了啊。这个涂装的话呢算是达到了它非常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角色的话呢，脚的话呢可以轻松的张开，站立性呢也算相当可以啊。那我们就今天重头戏的话呢会放在货柜的那个部分的变形，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尽快的把这一个机器的话呢变形成一台这个卡车的一个头部啊。首先的话，我的习惯会从腿部先变形啊，把这个后面这个盖板啊给打开来，打开之后啊，银色部件顺势把它给打开。这个时候呢，我习惯呢先把脚掌给推过来，推过来的情况下呢，这里啊有个凸啊揪着它啊，然后呢把这个脚的话呢轮胎这个地方呢旋转180度，这样一来轮胎呢就会朝地面呢更加的靠近，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变形成车的时候呢才能够完全的去轮胎着地啊。反过来呢，如果你变成机器人的时候呢没有把它给翻过去的话呢，这个机器人呢就会经常跌倒啊，因为它会有一个像是踩着一个溜冰鞋一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一样的这一侧啊，把后面盖板给打开，然后这个部件揪着这个凸啊把它给做一个旋转。这个卡扣啊是这个零件是比较紧的了啊，第一次掰的时候呢要留意一下。然后这一块内外做一个翻折，做一个翻转，然后呢把这个鞋尖啊，鞋尖这个部分啊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推到上方去，然后把它给藏到车头内部去。好，那么这个时候腿的话呢，你可以两脚呢先做个简单的一个小合并了啊，然后呢把膝盖这个地方这里把它往上面翻，把它做一个折断啊，这里两侧把它给折下去。那这里的话呢到时候是要整个给翻折进来的，到下面去，到这边，那这个到这里，好，是要翻折进来的，你各位知道一下这个形状就行了。我们接下来的话变形它的一个上半身，上半身变形之前的话呢，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个手的这个板子翻这样90度，拳头也这样转过来也是90度啊，变成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啊，有点搞笑的一个形状，好像什么太极拳的这个什么什么推手的一个感觉啊，但是大概都撑不过5秒钟就要被 KO 的那种架势啊。好了，手的话呢先摆出这个动作，再来把背包给整个打开啊，背包给打开，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由后转到前面去，转到前方，然后这个地方给打开。打开之后啊，这里的话顺便提一下，这里有两个部件，两块凸啊，记得是把它给往外啊翻出去啊，这里一样往外两侧，这里有两个凸，记得把它给翻出来，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部件往上面盖上去了。盖上去之后，这里呢你可以先把它扣上无所谓啊，这里银色的部件呢跟这个我们刚这个掏出来的那个凸啊，黑色的啊很厉害的，然后呢就先把它给扣上去，到这里两侧都是一样的，先把它扣上无所谓，这边这里看准了把它给扣上，这样一来的，哎，这个地方不小心把它给推进去了，这里
我是建议啦，这个时候就干脆把它给扣上，因为后面的变形跟他们都无关了。再来后面这个地方，就是把它背包这里两个手先往前推之后啊，背包后面呢有一些零件，通通把它给翻出来，通通把它给翻出来。这里一共是三块零件啊，2块是轮子，1块的话呢是一个这个连接的盖板，把它整个翻出来。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把它给翻折出来，轮胎整个翻出来，然后这个隐藏的这个部件也翻出来。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把这个手臂啊推回去内部，推到内部去，这边推到内部啊，不是，先把头给放进去啊，先把头给放进去。好，再把手给放进去，头要转180度啊，我记得是转180度会比较好放啊。好，把这个胳膊收进去，好，两侧转进去，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侧有这个结合的卡扣到这边。手你先伸直也无所谓啊，伸直给各位看好了，你可能看得比较清楚。来，这里两侧做一个合并，非常简单的一个合并。好，合并之后呢，把它往内折进来，往内翻折。这个时候呢，这个凸的话呢就到达定位了。这个定位要做什么呢？我们刚翻出来这个，把它给挨过来，然后给扣上去。这里也是一样的，旋转一下，把轮胎转到外侧，然后呢挨着这个凸把它给扣上。好，那么由于腰身是一个无限回圈啊，所以腰身是会转动啊，这一点就是稍微去克服一下，但是往桌上稍微压一下，它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滚动性。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魔方汽车大师呢，哦不对，应该是 Overload 呢，从机器人到一台卡车头的一个变形过程，基本上呢也不算困难，该有的一个细节呢大部分也都有，毛病就在这里啊，两只手啊暴露在后面，后方的排气管还有后方的这个都有一些造型。那底部的话呢收的也还可以啊，它的一个头在下方啊，基本上呢变形的过程呢算得上是非常的有趣啊。那么呢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一个飞虎飞天虎的话呢，它的一个汽车合体啊，其实呢就是真的就是把这些这些狂派这些家伙们呢通通变成车辆的形态下呢去做一个拼装到后面那个大机器人身上啊。那各位刚刚已经看到了啊，我这个的一个变形过程就是这样子，把这个部件翻折到后方，然后我们就利用上方的这两个凹洞啊，把这个大机器人给拿在这个巨大的这个机器人的后方啊，后脑袋这里有两个凸啊，就是要跟我们的这两个凹呢做一个简单的结合，把它放进来啊，大概再稍微去粗略估计一下那个位置啊，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结合了。这个位置的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不会跑得太多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一款 Overload 呢就藏到了这一个巨大机器人的背后里头去。那各位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啊，它的身体的话是有很多残缺的地方的啊，手臂的粗细度先不说太细啊，本身这里就只做了一半。这里的话呢就是要安插，你可以安插配件，因为它的手臂呢有三种变法。那当然最标准的变法呢还是用其他的这个狂派的这些家伙们呢来做一个补充，包括腿的话呢在后方这里也都是要进行补充的。它身上的一些脚啊，这个胸甲裆部的护甲的话呢，都包括头雕啊，都是可以做替换的。但是这些替换的部分呢，我们就下一集的时候呢再来给各位呢讲解这个所谓最后大合体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的重头戏呢就放在这也是很多朋友呢希望呢我能够做呢，把这个机器人呢回归到货柜的一个变形过程。那我们进入到它的一个重头戏啊，这个机器人呢变成货柜的这个重头戏啊，这个先把车头给取出来，关键的话呢还是在手臂的变形啊，手臂的话呢这些部分呢先把它做个简单的缩起来。再来的话我们先将几个地方给解开啊，首先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卡扣的，把它给松开来。那有时候可能比较偏紧啊，那我们先示范这一侧的一个变形啊，这一块部件的话呢往上面翻折上来，然后呢这里也要做一个松这里松开之后啊，我们先旋转这个部件好了，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好了。这里啊跟后面这一块
也先把它给打开好了啊。那么打开的话呢，一样是从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打不开的话呢，可以用工具，或者是说呢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呢，把它扭一扭，把它扭开也是可以。那或者这里松开啊，还有这里先把它给松开来。我们先把这一侧的手臂给变完，给各位看一下。这里的话呢，都打开之后，这里啊，把它给翻上来。翻上来之后啊，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看到吗？这里有一块直角啊，这一块直角啊，我们要把它翻折上来。怎么个旋转法呢？这块部件呢，一定要记得把它给翻出去之后，就可以方便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旋转。到这旋转到这个地方来，你看到没有？这个黑色方块跟这个直角就补齐了。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整个这块部件就可以连成一条线了。连成一条线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个手臂啊，这个胳膊的话是我等一下是往内放进来的。往内放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翻折，翻折之后这里有个凸，扣进这边这个凹，这里把它给扣进去。那这个一样啊，把它的手臂一样是把它给缩短的啊，这一带都记得是尽量的把它给缩短。然后呢，这里啊，把它给压短一点 ，OK， 到这边。那这个的话呢，你会看这个地方，你就顺着这个地方去翻折就知道了。这里翻出去，这里再翻进来，我们就可以呢把这个地方再给拼凑起来。那么呢，在这里的内部的话呢，好像啊这一块，记得把它给翻出来，到这里这一块按下来，这边再跟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那么这一侧的手的话呢，就算 OK。那么等一下翻折上去的时候呢，这个部件是翻折进来，以及呢将拳头的话呢是转成这样。转成这个角度，待会记得收头是收这样的。再给各位看一下啊，它并没有偷笔中指，待会就以这个形象来做一个结合。那我们另外一侧的就是相同的一个变形模式啊。总而言之，先把这个货柜的一侧呢给拼凑出来。那我们一样的是先解开这个地方，先解开这里，再解开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从这儿，哎，把它给解开。然后呢，旋转这一块，哦不对，先把这一块部件整个的往外推出去。往外推是因为方便我们这一块做旋转了啊，这一块做旋转。我们要怎么个转法呢？是把它给转到这里来，这一块部件啊，这里折上来，这样清楚一点。到这里，这个直角挨着了啊，可以了。到这，然后呢，这整个部件呢就可以，哎，整个线就可以打平了啊，把它给整个给打平。这边转上来到这里，好，没有问题。哎，这个部件稍微去干涉到，那这里的话，我们要旋转这一块，旋转一个角度过来，到这边，这里凸跟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到这里，然后这里的话呢，如果有这些妨碍的这些部件的话呢，就可以暂时的先把它给推开啊，到这里，好，一样的，开始进行我们的一个拼凑的过程，这里，两侧稍微整理一下，往内推一下，就把它做一个结合，到这里，啊，这一块部件记得翻出来。然后呢，跟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小密合。这个的话呢，应该是整个变形里头吧，我觉得是一开始在把它回变的时候是比较痛苦的一个地方。那你理解说呢，先把两侧变出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再来的话呢，这里是有一个，它其实是有一个伸缩的，这里是可以内外伸缩的，我们把它伸到最外面，然后呢方便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这两片，这两个部件是要往内折进去的。再来的话呢，这个头啊，这一块是往内推进去，推进去到一半的地方，然后头反转，差不多是这个位置啊，啊，差不多是这个位置啊，并不是把它挨到这里啊，并不是的。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卡扣的一个结合，先把这里松开好了，方便我等一下做一个讲解。这里松开，然后往内，往外，往上啊，包过来。我们先把这个腰给缩短好了。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合，就是这个地方啊，你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凹槽的，它要跟这个倒钩要勾进去啊。那这个倒钩勾进去，这其实就两侧这样子把头呢给包覆，就把头给包进去。你看头是包进去的，头是包进去的。但是呢，我们要把这块倒钩啊，要放到这里面去。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也不难啊。稍微利用一点塑胶的延展性就可以做得到，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困难。这只是说要强调一下，它是一个倒钩啊，并不是直接扣进去的啊。如果你直接扣进去的话呢，或直接拔插的话呢，是会有断裂的危险啊。那就照我这个方式啊，就是稍微闪一下，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滑进去。
那么呢，我们这个最难的部分的话，其实就在这里啊，已经算是变形完成了。再来就背后这一块部件啊，就稍微翻转一下，然后这个都不难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这些地方啊，你光看这些造型啊什么的，你大概呢也都能够理解它是怎么个一个变形方式啊。沿着这个卡扣啊什么的，去把它做个密合，就可以轻松的完成变形。那我嘴巴讲归讲啊，我们还是得示范嘛，对不对？再来的话呢，是把这一块，这个部件，是把这个拉下来，然后这两块部件就可以按下去了。按下去之后的话，我们是把这个部件转出来啊。那这里记得就是这个大腿，这是大腿的正面是朝外，然后背面就朝内了嘛。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把这整个这个腿部给打开啊，一样是这个地方松开啊，这里打开。那这里的话通通都给打开，并不难。为什么呢？真的你挨过来你一看就知道啊，这个就是扣这儿嘛，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了。就真的最难就是前面这里了，后面这里都不难的，你就把它转过去啊。啊，你看一下啊，这个是货柜的上部啊，这是底部啊。这个底部的话是这个脚的话要在底部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给打开。这里的话，这个白色部件它有一个由内往外翻出去的一个结构，你就是靠着转这些旋转这些关节啊什么的、啊，你就可以去找到它的一个相对应。你看到没有？这里就刚好就有一个卡扣可以扣上去啊，就这挨过来，然后就是这个位置了。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放到后面，等一下另外一侧有的一个结合。那脚掌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啊，就是从这个鞋子的中间这一带，把它给做一个打开啊，打开。然后这里的话，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一块部件呢，它是可以拉出来、压下去、拉出来、压下去啊。这个是变形成机械的时候呢，会去用得到的啊。就是说呢，调节一下你机械的一个脚掌的一个平稳度啊，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不会很难。然后翻折过来，你看到吗？这里有一个把这个轮胎嘛，不管你轮胎怎么转，你轮胎一定转到货柜的外侧嘛，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等一下就做一个简单的小卡扣的结合到这边。好的，那上方就更简单了，这个就是你就旋转一下啊、你就转一下，哦 ，OK 了啊，这里形状有接近，嗯，造型有合，那就扣上去就对了啊，非常简单，下半身的这个腿啊。变形是非常简单的 ，OK， 这边就差不多完成，最后都是严丝密合而已。那么这一侧的话，我们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啊，首先的话是把它这个解成上中下三层啊，中间这一层最简单，直接往前翻啊，待会就是跟这个前方做一个结合就可以了。这里，好，待会这就做结合。那下半部变形一下，下半部就是这里有一个白色部件挑出来之后，旋转到外侧，然后就转一下就。转到前方来，这里转到前方来，那脚掌就是把它给打开。那我这一款的话，有一侧的脚掌的那个鞋尖比较松一点，有时候会飞出去啊，但是也无所谓，飞也飞不了多远啊，毕竟你是车子嘛，对吧？啊，然后的话这一块部件是转成这样，那脚底板怎么转？就是把它反正就是翻到外侧嘛，对吧？就这样子了。那整个结合已经就差不多就是最后的一个结合了啊，最后的一个结合了。那我们就把这个脚掌给翻正一点点，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各种结合了啊。这个打开在这边 ，OK， 最后的一个密合了啊。好，那我们就虽然讲是最后的密合，但其实还是得稍微去有一点专注力把它给扣起来的啊，毕竟它的卡扣还是比较多。这里啊，压进去到这里，好，扣过来。那么下一期呢，我们进行合体的时候呢，我会给各位示范啊，它从货柜呢展开变成机器人，所以各位也就不用特别担心说明明我们在货柜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是货柜啊，那我连变成机器人都不会，你要我怎么合体？没关系，下一期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就是把整个小队成员呢都是以载具的形态亮相，然后一一的将他们做一个组合。那大家都是从车子开始做拼装啊，唯独就是这个货柜的话呢，它要进行把它变成机器人。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货柜形态呢，从大机器人变形过来的一个全部的过程了。
么整个变形过程当中呢，最主要吧，我认为还是在前半部这一带啊，就是要特别留意啊，这个倒钩的部分呢、不要硬直接拔叉、是要利用一点点啊、把这个里面的这个人形的背号不对，人形的这一块部件稍微往内拖一点点，跟中间呢留出一个缝隙之后啊，用倒钩进去之后再反拉回来啊，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完成一个变形了。那后半部的一个变形零件虽然很多、但是因为形状呢，大家可以像拼凑拼图一样的去把它给轻松的完成啊，所以难度来讲的话呢并不是很高的。那么这个货柜的话呢，可以完全的搭载在这个卡车头的后方啊，拉起来的感觉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沉啊。这个地方啊，稍微的再把它给调整一下好了，这个地方OK， 这个地方把它给卡进去啊。那所有的轮子的话呢，可以正常的做一个滚动。那作为一个货柜的话呢，我们就也拿出同样是魔方啊，这个先前他们的一个正义之光啊，这个也是可以完成一个货柜，这样扣起来。OK， 不过这个大小的话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overload 所拖的这个货柜整体的大小呢，大过于先前的这一个。这个正义之光所附带的货柜重量的话当然也是不一样，内容物呢当然搭载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今天的话呢就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呢利用一点时间主要呢是讲解这个货柜呢如何从机器人变回来一个卡车拖载的货柜。那整体的玩具的话呢，如果说你没有把所有成员都买齐的话呢，那真的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产品了啊。所以呢下一集的话呢，我会呢把所有的成员呢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合体。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